准备从市场东东花一块钱买来的水拉瓶，咱们给它冷水下锅泡好，捞出空水备用。后边新来的黄瓜，咱们给它改刀切成丝儿。切好的黄瓜丝儿，咱们码盘备用。拉瓶中放蒜末、香菜、盐、味精，多来点白糖、陈醋。不能吃辣的，再来两勺辣椒油，少来点香油，再来点一品鲜酱油。咱们面带笑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倒在那个切好的黄瓜上就可以了。家人们，视频看。